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进行第五幕吧。第五幕，依图上所指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瞧，那奇岩巨石之列，隐含正反之形，显非自然天成，应是封印右脚之所没错。所以奇怪，怎么个老丈在此放羊？放羊，没有草放什么羊啊？我们既得到此处，说不定敌方虚与实至，还是先将那位老丈退避的好。你倒是一片好心，可惜这些羊身上都有一股妖气，只怕……小妮子好眼力，不愧是宁山老人底下的高徒。哼，老夫诸神奉命在此阻截你们，盟主有令，凡是敢掌出手阻挠的，一概杀无赦。老夫向来不喜欢舞拳动脚，就先让这些小厮们代劳吧。原来你们早已知道右脚埋葬于此，盟主神通广大，想这右脚孤种妖气冲天，他老人家焉能不知？只是听说稍早有人在灵泉峰上捣乱，并想将这伙人一并除去，所以派老夫在此等候。嘿，说到神机妙算，我们盟主天下无人能及。你这老头满腹于此，听人令人作恶，要打就打，说那么多干嘛？既然这出人急的贵姓，老夫就成全你，给我杀，一个不留。十方鬼众，好。这一关的话也有很多东西要拿，幺零石在这里，然后翡翠骷髅在这里，破金符在这，然后凤凰，然后一个防具吧，500两，轰雷符 ，OK， 然后邻居可以先召唤那个。凤凰又可以先召唤这个。等等，我是不是不能召唤？不行吗？是我等级不够高？那也太烂了吧！哇，好吧，好，来，走喽。聚气的话，走到这里吗？看起来是不会。一二两格，这样。把最上面那只古族打死的话，会有增援，所以要控制一下。然后这关的胜利条件离全面，没有限制回合。走这里。来打我吧，古猪。打我吧，古猪！哦，好痛哦，还是很痛。等等，我想一下。上官远的等级多少了？看一下，上官远等级。11的，这样子打好吗？等一下，我想让那个凤凰月去打他一刀。直接秒掉。
下哦，多挡。先看风寒月一级多少？25 D。好，这样升级了。欸，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啊。因为主角装备的古音剑，古音剑的话会强迫暴击，不是强迫暴击啊，100%暴击。104吗？44 D 不能，他不能砍，上官勇扛不了两下。先这样。给主角去拿最手边的那个，这个凤凰之颈是一个防具，然后看上官勇能不能一击，不行，那就要弄阻挡哦，可以挡住，挡住的话他打我一下会不会死啊？试试看。还真有些本事，那这个如何？哇，又来了，小心！不要不要！哇，没挡住，那上官也要死了。所以刚才应该补血的，然后要死了，我靠！好，我们重来。好，我们这样，然后让凤凰月往左边走。先不要打，先不要打死他，你打死他会打死古族，这只古族会增援。然后我们先让上官月往上走。然后把剩下的怪清完。好，然后上官员忘记多带一个金疮药，他身上只剩下大补丸了，有点糟糕。47D 21，想一下哦，33，他打我平均41D，所以一定要补血。今天补太多了，82D。等等，我把拿到那个这个给凤凰月，然后他装备应该就可以挡住了。OK， 或者是换一下，47D，不然就蓄气了。
要去信吗？蓄气的话，可以不用攻击他，可以再多跑一回合。其实我目标是尽量不要有人死啊，因为上官也忘记带补品。有点糟糕，啊，挡不住，好，重来，好，目前这样，然后让上官员去收尾。蓄个气好了，再蓄个气，没有限制回合。41滴，好。有可能要牺牲上官员了，如果他拿东西的话，只好先牺牲他了。31滴。不对，殷建平刚才应该给他装备的，先这样给予，这样被打比较不会痛。再蓄气一次，先捡这个。好，我是想把轰雷符给凤凰月。破金符，好，我想一下，这样怎么走比较好？其实 我主要是给那个谁，给他金创下去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凤凰又可以过去捡这个了，捡得到吗？好，先这样试试看。这样好像也不太好。差一点，站这里。走这也不优。给他，好，这样
很好，挡住。这红莲符应该给风寒月。这边存档好了。好，剩50刀。凤凰月香只能再放一，可以再放好放三次。主角可以扛两下吗？73D 82，让主角在这里好了。好，就这样。还是主角直接去打他。直接去攻击夜刺，这样不会受到伤害。痛啊！这难不太到啊。这个比较不好，因为。主角被损失的血太多了，我们独挡吧，快转。好，目前是这样。哇，这样会不会受到伤害太多啊？这样好像也不太好。被打太多次了。不好，主角扛太多伤害了。看来这也不行。好，这样子。有几种方法啦，一个就是说主角蓄气，但是像蓄气的话会死掉，但打完罗鬼好像会有增援，然后上光远线又过不去，就一个很尴尬的位置。站那边会被烧到吗？我一直说，因为这边点下会有增援，然后会有敌人，那个敌人很强，如果被烧到，应该是一击必杀的，所以小心啊！这打死吗？要不然罗鬼就给战官员带走吧。家伙，想让我不看你头了眼，不和你们搅和了，还是先办这事再说。鬼老头，有种的过来，决一死战。玄学又叫要紧，理你这活人做啥？独享归真，万法消泄。那是。好俊的御剑剑气，是哪位前辈到了？是谁躲在暗处偷袭老夫？
有种的就出来。我人就在这里，可没躲在暗处偷袭。你是何时到那里的？再怎么说，老夫不应毫无知觉才对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妖魔小丑也配问我的名号？是谁叫你来的？无可奉告，既然有高人插手，老夫也不能示弱。四方朽魔，出！妖孽，你还执迷不悟吗？看来我不能袖手旁观了。这老儿说话客气，其实心狠手辣，修为也深。你们千万可别小觑了他。多谢前辈指点。我今天会不会拿不到104啊？一击必杀呢！如果说真的要打这只化蛇，先去拿幺零石的话，就是我放的圆先到上面，然后，不陪你们玩了，万血集聚。破印解腹，失策，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。起，鸟神，把脚带走。少赔啊，这笔账。咱们来日再算。好个诸神，还是给他得手。现在就解决这些女孽再说。剑圣太帅了，这样很尴尬，就是我没办法拿到幺零死了。我想一下哦，其实幺零死后面还拿得到啦，应该吧？有必要先拿吗？其实没什么必要，然后这个先拿到就好了。好了，我想想，好，就是就不拿了吧，拿这个就好了。剑圣要不直接把他灭掉了。其实以前我打，以前我会先把上官员或是阴剑平拿到轰雷符，直接站这个位置。是吗？看一下，看那个狙啊，按错了。等一下，先拿这个，是阴剑平的轰雷符可以放多远？可以到这个位置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可以打到这边，就是我站在这个位置的，然后用轰雷符，应该是上官员啊，然后直接轰，然后可以直接把两个化石打死，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拿到两个幺零石了。我以前是这样打，不过现在不想要重打就算了，就这场打得不是很好。就这样吧，不管了，懒得打了啦，太花时间了啦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帅耶！
而且用红人符打他，不会有经验值。没有料到独生会避障而退，这是我的失策。不过，是谁叫你们早日持有右脚？事关重大，我非问清楚不可。是晚辈的主张，还问前辈恕罪？哼！刚才那老二男是名列鬼道嗜血之一的邪影诸圣，岂是你们这些娃娃对付得了？可叹世人无知，竟以为持有双脚是何等神物。其实大谬不然，就算真给你们抢到了手，要是乱用其中妖力，小心连命都给送了。前辈此言差矣，我们才不是贪图宝物，这些妖人先前劫夺我们一位朋友护的黄标，害他没办法回京城交差，之后又请个妖女谋害我长师伯，咱们的娘子结的可大了。他们要取这个右脚，我们就拼生要跟他捣乱，和那脚可没啥关联。哈哈哈，小姑娘说话有口无心。也罢，我管不了你们，和十方鬼众有何过节？不过持有双脚关联重大，你们若非有心为此事出力，还是不要涉足其中为宜。多谢前辈劝告，想那十方鬼众必非善类，若晚辈等人助一臂之力，还望前辈不吝差遣。难病等来日再说，你们自己保重，后会有期。什么嘛，这人看也没多大年纪，说起来却老气横秋，令人听了就有气。风姑娘别这么说，这位前辈修为极高，咱们都亲眼见到了，他要么不涉入此事，想来是为了我们好。哼，若依他的话，上官大哥的黄标也就不用再查了。当然要继续查下去，这是咱们自己的事。只是如今右脚也已失落，今后要找这批妖人的下落，可是件莫大难事啊！这以后再提吧。我瞧这山谷阴气越来越重，搞不好待会要起雾，咱们还是先出谷再说吧。上官大哥说个事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好吧。我们先炼化五蕴上官元阴剑品现在要都30这样子，风寒月一样是要把烈弄到50，上官元烈要40，魔魂30，这样，然后从狼隐者，这边可以先炼化什么吗？天罡令符。风露天法雷咒，哇，好像很强哦。不过不需要啊。刚才不是有拿到一个哇，常人是不能佩戴的，给予。心符应该不用了，破心符应该不用，阴剑品，我觉得反气王要给阴剑品，然后金创意要给圣光月好了，我还有金创意要吗？好像没有了，还有一个。就这样，那东西吗？好像没有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这集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主页放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。如果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记得收看，拜拜。